小时候我吃过不少苦，自认为了解一些这个世道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就是一个人只要足够坏、足够狠，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，就会活得还不错。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但是这样的人就像是沉在水下。 沉到很深很深的水底，就那么孤零零的在淤泥中一个人的跋涉前行。看似受不了伤，但其实难以呼吸，寸步难行。人不应该孤零零的活着。伯父，前半段路是你陪赵简走的。 后半段路，我会陪他看到终点。其实我本来不打算跑出来的，可是我这心绪不宁，我就心想着，也许跪到这儿，把这心里的几句话对伯父说出来，他也能够安宁一些。 就为了让我爹安心，也是为了你。